东京市处的旅行日记韩国篇四。今天要去小二亭剪头发，到了，装修满满的燕子风。纪念一下烫发前的样子。成果展示。面条咕噜咕噜。在咖啡店歇会，打开网红图书馆，想当年还没有这玩意呢，来到这边当然得买衣服了。家人们快点一瓶奶，真好看。